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来到我们古尊胜诉盘市丁宁，好，我是蔡宗仁萧老师。好、哦，今天的大盘如我们上个礼拜的预告，哦，它就是一个预压震荡哦，那要小心个股的差异性变大了，那也要小心指数的部分呢，预压区间动能的量不够，所以呢，它要走一个预压震荡或者是一个返回。那么今天也如预期哦，这个出现了一个震荡压回的状况。 所以呢，上个礼拜我也跟我们的学员提醒了，就陆陆续续我们在调整一些持股，好高低价差的部分，好做一些转换。那其中呢，这个涨多的出现败讯的，或者是呢相对高位量缩的，或者是大量长黑在高位的，好我们都纷纷的把它做一个调节，好甚至有的反弹起来预压震荡的，我们也陆陆续续做一个获利下车。好，但是呢，我们保留的是这个这个比较抗跌的资金避风港。 直优的，甚至呢不畏惧大盘的一个跌势所以呢今天的表现诶不错，比如说像一四零二的远东新呢，今天就是相对的强势哈。那今天的盘面上有几个特征，我们来跟各位提醒一下啊，就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画面的部分今天上海就是在大陆股市的部分，哦连续最近这几天出现了政策性的利益多好的推动，哦这个连续十七件就是。 就是这个政策性的降准降息，哦，甚至房地产的一个优化，甚至在在这个整个利率上面的一个调整，所以呢，造成了它这个上海上证指数跟大陆的 A 股、B 股，其中 A 股涨幅哦非常的大，从这个地方呢二六八九点，二六八九大涨到了今天呢三千三三五六，今天。 这个幅度还有扩大。那么早盘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大概是低到高涨了二十一趴，好，现在目前应该有到二十四趴左右，二十四趴。那同学知道我们这一波，我们这一波台北股市的低点一九六六二，好，到今天的高点涨了几趴呢？台北股市上个礼拜的高点啊，好，不是今天的高点，上个礼拜的高点，从一九六六二到上个礼拜的高点涨多少？ 涨十七趴，那你看，连全世界相对最弱势的这个大陆股市，短短两个礼拜，它都涨赢我们台北股市啊，一个二4四，一个十七，有没有？它涨赢我们台北股市，所以呢，台北股市其实它是还有空间的，但是呢，短线上我跟各位提醒，就是说呢，它这个预压震荡区间的动能哦，量不够。 你动能不济呀、啊，所以你短线上要来回去洗，去做筹码上的沉淀，空间上符额的清洗，让怎么样呢？让这个安定的程度相对的做一个沉淀之后再起，好再起。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东西哦，因为这个是上证，啊上证指数的一个部分。我们再看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看日经。好，日经指数。 日经指数呢，在上个礼拜五，好、哦，因为新首相的的这个这个消息面，那报了像上个礼拜哦，甚至还出现了一个重挫。但是呢，这个是在期货版的一个部分出现重挫，但是今天反映出来的就是开盘大跌，好、哦，开盘大跌。可是同学要知道、哦，日经二二五指数从低点三。 一一五六，1> 1, 1, 5, 6, 好到高点，好这里，同学你知道涨几趴吗？它大涨了二十七趴，台北股市呢涨十七趴，所以呢，我们台北股市的空间还是有的，还是有，即便它今天日经是跌大概五趴左右，可是呢，台北股市还是维持比较强势的，什么强势呢？ 就是告诉各位，它未来的空间还是相对能够跟上，但是呢，短线上我在上个礼拜跟各位提醒，我们是大盘的部分哦，我们特别去用区间动能来去跟各位提醒。你看到这个地方，上个礼拜我已经来到这个高点，对不对？那高点把它拉过来，是不是这里有个头部，这里有个套牢区前波高点了。 就是我们台北股市的历史高，好再聊一点。然后呢，我们对应下来的状况里头，你发现到到当时的高点的量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一波攻击上来，攻击到上个礼拜五的高点，它的量是这个样子，这边比较大，对不对？好，对上来，这边比较大，这边比较小。 所以呢，你这个小的区间动能要来去攻克突破这个套牢区，是不是难度很高？套牢的现象，你这么小的区间动能要来去突破这个大的压力带，是不是难度比较高？所以呢，我跟各位提醒，就是它随时会预压震荡，走势停顿，再走一个返回。那有人说这个地方属于。 A 的调整浪，B 浪反弹里头出现的是 A BC,、B、C，好，A、B、C 的 B 浪反弹。那接下来呢，有有可能出现大西浪的修正。赵老师认为这个太过于太过于这个言之过早啊，言之过早。好，因为为什么呢？虽然呢，它有符合 B 浪反弹的量的不规则。 A 浪的大跌状况，那么少了一个这个西浪的调整，那西浪调整一般而言，它会形成一个量缩价跌，然后呢，不断的低量低价，低量低价，低量低价，不断的慢慢的做盘跌，好、哦，形成时间上西浪的延续跟拉长，好、哦，但是赵老师认为还言之过早啊、哦，因为呢，我认为短线上而言，如果我们时间波台做一个拉长，它甚至这一波只要补量上来，是有可能重回多方的。 重回多方，那也就说明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 N 字形的调整过后，有可能还会再做一个回升，但是关键还是必须要微量试问跟后面的空间，后面空间时间上面跟空间上面的筹码沉淀。可是我跟各位提醒就是呢，短线上你在操作上面哦，你要高低高低的结构要注意，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这一波相对强势，我们在先前九月初跟各位提醒的相对强势的方向，像这个 CPO 啦、细光子啦，对不对？它果然都非常强势。但是呢，你看到同一个族群，比如说以今天为例子，今天大盘大跌，对不对？今天大盘跌两两个两个多个百分点啊，跌二点，这个跌二点多趴啊，二点二趴左右。那我们去看呢、哦？ 今天呢，比如说以最近这一波相对比较强的细光子，好，你注意看，像这个四九七七，这是重打哈，它位置已经来到这里，今天还有测一个低，对不对？好，收盘是在这里，已经没有再创高了，还带了一个空方缺，对不对？上个礼拜这根长上影线，我跟各位说过了，这个是一个出货的讯息，主力出货的一个迹象，好迹象。 好，再来三十五的联军，上个礼拜也出现大量长黑，有没有看到？即便它今天有稍微抗跌了一些，联军今天小涨一点六四帕，有稍微抗跌了一些，但是呢，上个礼拜已经有主力大量卖单增强的迹象，代表强弱的差异性越来越大。那我先前跟各位说过，细光子的一个族群当中，相对强者续强的是三零八一的联雅。 四九零九的新复兴，这个是相对最强，一个有基本面支撑，一个是主力还没放手，没有出现价量的失控。三零八一的连阳是价量没失控，这个形成一个形成一个持续的强者续强。啊，四九零九有基本面在做支撑，法人法人的认同。但是其他的你看了、哦，比如说波洛威，它很早就已经短线上走势停顿，甚至有可能转弱方向。不然像 四九七六的华信，这个呃，包括像三一六三三六三的这个上权，上权更明显是在上个礼拜五这里边大量长黑，大量长黑本来就是这个相对高位的警讯，甚至是一个价差上的卖讯，所以呢，你发现同一个族群当中哦，强弱差异性已经出来了。 说明什么呢？当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多的这个强势的板、强势的族群概念当中，越来越多的个股偏向于转入或走势停顿，甚至出现一个拉回的时候，那就说明整个族群它已经有短线上的休息跟整理了。那只不过因为有的续强的，它是一个余威上面的一个垫高，可是你也是要留意到早价差上的卖讯。 好吧，你像三零八一的联雅也是如此，所以呢，相对强势跟高位的，它结构已经有一点变化。你要找卖点，如果手上有，那接下来呢，往哪个方向做资金的避风港、啊？你看这今天大盘，今天大盘是压下来的，好，短线上它做一个空方倒状，这里有没有缺口？缺口，空方倒状。那么如果三天没有补掉今天的空方缺，代表怎么样？ 短线上遇压震荡走返回，短压的成型，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做到化为转安跟趋吉避凶？你看今天大盘引领指数，大盘跌的就是台台积电了、啊，对不对？台积电今天重挫，好、哦、跌到了这个这个收盘九百五十七块钱。再是联发科，联发科上个礼拜上老师跟各位说过，我们站在卖方，对不对？站在卖方卖的不错，我、哦、今天压下来跌了五趴。 那为什么真在卖方？哦，今天跌了六点七四趴，后来跌幅又扩大了，为什么？因为呢，你看到它预压震荡嘛，这里有个缺口，对不对？这里是一个套牢区的 M M 的套牢，对不对？这里有个空方倒撞嘛，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地方里头，它这个上档的压力，它的干扰程度相对的加重。那你如果是量没有扩量上去。 你价怎么会配合呢？你怎么会有这个企图去突破这个压力带呢？那如果没有，它会预压震荡怎么样走返回？所以，我们当然价差先卖一趟嘛。这里你看，这里一一个多方也 OK 了。那另外呢，我再跟各位提提醒的，你看到像像这个台积电，台积电蔡老师就没有出，好，因为蔡老师说长期成长动能不变，十月中还有个法说，那未来呢，它会季季好。 他从这个财报的部分里头，第二季会会怎么样？持续的，我们预计哦，Q 二好，Q 三会创新高，Q 四还会持续创新高。所以呢，台积电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台积电因为它是控盘者，它是外资的控盘工具，所以今天特别去留意第一个，外资有没有站在卖方；第二个，外资的净空单有没有超过四万口以上。 台积电是一个控盘工具，所以呢，你看到今天打下来，我们估计是台积电是外资哦来去做一个调整。那这一波台积电往上站上千元，也是外资来去做利空。那我认为呢，它短线上为了控指数，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今天是外资主导、啊、站在比较大的一个卖方，那可能为的就是十月中的月中的结算。 好、哦，月中的结算，那刚好也遇到了台积电的法说，好、哦、做了一些震荡，那也可能这个结算结算结束之后，后面呢再重回多方，但是你要特别去注意，就是说呢，我们要去预防有可能它一个回马枪，怎么样回马枪呢？因为大盘哦，大盘每一次这个地方大跌，这地方大大跌，外资先前都有一些迹象。 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种大跌先前去留意到什么呢？留意到价差上的机会。所以为什么我在车标上面提提到哦，你要留意价差上的操作，价差上的上的机会，就说、是、呢，这里拉起来，这里拉起来，或者这里拉起来，留意到先卖，打下来低再买，做个高出低进的价差操作。 但是呢，我也跟各位提醒了、哦，你看到这个全球大势所需跟年轻人，如果假设台积电再拉回，我还是维持多方思考不变。那么台积电先前我跟各位提到的，这个是在九月初的时候，当台积电人家邀请做这个细光子联盟，当时邵老师提醒我们所有的同学，选强不选弱，你就选这些相对强势的，除了波波诺威不要选，这些都是相对强势，联军联雅、心复兴、重达，为什么？因为 八月的营收都会创新高，那预计九月份的营收都有延续效果，所以为什么新复兴呢、哦？当时上老在特别去跟各位定，你说新复兴呢、哦、它的业绩面非常强大。你看，股价今天冲到两百块钱。当时送给各位这份资料里头有没有？蔡老师把这一档个股贴起来，我说呢，当你看到了联军联雅的大涨，请你再去留意新复兴的机会。 好，因为呢，我们发觉到它营收创历史新高，它的上半年的获利三点二七，比去年同期零点四二，那么累计的成长率 Y Y 成长了二四三三趴，二十四倍啊！高频微波通讯基板加通讯的天线，低轨卫星的题材，和细光子联盟的一个成员，有没有？后来果然它大涨，对不对？九月初的位置在这里啊。 涨到两百，那我最近跟各位提到说高低位，我们不是在鼓励同学们或者是投资朋友再去追新复新的高，我们是提醒所有的同学、所有的投资朋友特别去留意高低结构的互换。那你可以留留意到像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点呢、啊？你看到中国股市在大涨，对不对？它带动的是原物料的大涨，铜又看到了一万块。 这个对于这个伦敦铜的一个部分已经站上了一万美元以上，铁矿砂光是这个礼拜涨了十二趴，然后呢，这个周末又大涨了三个百分点之上。那其中涨幅最大在哪里呢？在水泥，水泥涨了超过两成以上。那为什么呢？因为你中国的部分里头在做什么呢？它做降息降准，同时它对于刺激房市的这个这个措施。 力度是加大的，是增强的。那所以呢，在这个基建的需求预期心理就先大涨，水泥、钢铁、建材这些都要用到基建相关，好，所以呢，预期心理就先大做一个大涨。那先前因为他们房市的萧条，房市的这个一个一个一个节节的大大衰败，所以呢，当时这些产业都非常非常的。 便宜、低价，甚至价甚至价格竞争，甚至非常的惨淡。但是呢，一直来到了一个大的刺激要出来，把它给刺激上来。那短线上呢，就变成了一个一个短线上的机会点。所以你看到像台尼、亚尼呢，啊，这两天现，甚至连散装航运的部分新兴域名呢，这个部分里头都纷纷的开始反映这个一个一个相关的短线上好的一个趋势。 那会不会是中长线的？邵老师认为，这个短趋势、啊、有可能延伸到中趋势，但是至于能不能延伸到大的级别的长趋势，邵老师认为难度比较高。好，因为呢，大的大的一个级别的长波段、长趋势，一定要有大环境体质的变好。那如果呢，中国目前经济状况还是一样非常差，它只是刺激要政策性的一个利多所推动。 那只能归纳为短线上的趋势，并不足以影响到中或长的一个状况，所以呢，长线还是并没有特别的看好，但是短线上至少它有一个价格上的异动变化，所以呢，像相关的这种积极比较低的就可以留意。那其中我跟各位提到的，像这个上礼拜提到的哈，低价低基期、产业大转机、印度市场大爆发这档个股呢，上个礼拜我们做切入哦。 那么当天拉起来啊，做一个亮灯。那今天还抗跌哦，好，今天大盘重挫了怎么样？那今天大盘重挫了，这个这个将近快六百点，五百九十八点，有没有一根大黑 K？五百九十八点，这两个股今天还涨哦。那我常常跟各位弟兄说，大盘如果在重挫的时候。 众人皆醉，谁在独醒？去观察那个相对强，就会是机会啊，就会是机会。所以呢，提提醒这个所有的同学要跟紧脚步的，要把握住机会的，欢迎小老鼠 g u s 的一六八或者零二二三六九三三三，把握住电话的拨通，把握住跟紧脚步的机会，好、啊，掌握住趋吉避凶、化为转安的好股票的一个机会。时间关系，我们就祝福大家操作顺利，下次再会了，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